啊，算是一个心情吗？啊，我 key 升高一点，哇，好像比较好。我觉得有很多种，有一些是生理上的，例如说没有办法回家，这种就是生理上的；心理上的有点像是没有时间为自己的表演再坚持一刻，或者是没有时间把表演达到导演的需求嘛。我觉得这种就是心理上蛮痛苦，但是没有吃饭就也蛮痛苦。喜剧，然后我想跟谁合作？菅田将晖。菅田将晖，因为他很帅，我从国中就喜欢他。但是如果是演员的话 ，Julia Binoche， 但还是菅田将晖选。